你明天跟这个王三成联系一下，去了解一下，看看那个公司资质是不是完整。如果完整，比你自己重新做一个公司要容易很多。那样就更好啊。还有啊，很容易形成品牌和口碑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是啊。你说你一有心思，我真的什么立马都不一样，随便你说说我都可以搞定。你就在台前，我在幕后。真的？嗯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，合作愉快，握个手。杜总，你快点啊！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快！你妈妈这是要封了啊！先预祝我成功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儿子，这个会还是个很重要的会啊！一个会议搞出一家公司来，这个家庭会议这么成功，要不要干掉？干掉，干掉啊！茶也干掉，预祝我们成功！真的是。表现都不错啊！认识一下，魏总，来，咱们开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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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是需要你们帮忙。哎，让大家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各位战友们，请安静。战友们，请安静。请大家入座，安静。下面啊，有请我们的连长魏总上台讲话，大家鼓掌。什么连长啊，不当兵都十几年了还连长连长呢。讲真的，今天啊，哎，真是很像一个战友的聚会啊。今天是我们创新地产成立的日子啊。其实这个场面啊，让我一下子想起1983年。83年我们水电工程兵啊，在南边啊脱下军装就地转业，那个悲壮的场面，很多战友啊告别了军人，成为了市民。真的回想起了，那真是一次无法面对的很痛苦的告别，也是一个终身难忘的国家记忆。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啊，我们曾经都是光荣的水电工程兵，我们曾经一同奋斗啊，共同经历了伤疤就是勋章，苦难就是历练的艰苦岁月。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一名军人该做的事情。穿着军装我们珍惜荣誉，走上战场我们冲锋陷阵。那南滨刚刚开始搞特区建设的时候，我们水电工程兵啊，大家都是见证者参与者，立下了赫赫战功啊，打响了在南滨的第一炮，市委大楼，是不是都记得啊？当时我们都在一起啊，市委大楼80年，两个连队啊夜以继日轮流施工，提前2个月竣工。之后我们建造了南滨第一高楼20层的电信大厦，我们提前了半年让它矗立在了滨南大道的路旁啊。这么些年过去了啊，那很多我们的老战友啊，啊，有成功的啊，企业家、商人，也有失败的，也有没有事情做的。但是现在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顶梁柱，其实都是手艺人。那么我们创新地产今天的成立，就是为了告诉大家，当年的水电工程兵没有消失，还在，我们一直都在。今天的南滨，是市场经济的时代。我们要在市场中生存，脱胎换骨，主动转型，脱掉军装，军魂还在啊。那当年我们一砖一瓦，是不是盖起了南滨？今天我们军人啊，肯吃苦，不怕输，讲信誉，这是军人的作风。我相信我们今天依然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建设南滨，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投入到南滨的大发展中去，我相信明天会更加美好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好。这件事儿啊，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嫂子杜总，是她一直都想着
我们这些战友们。这些天啊，我跟着嫂子跑了很多的地方，总算是把咱们创新地产公司给搞下来了。下面有请我们嫂子杜总上台讲话。说真的，其实我就是一个不太会讲话的人，但是刚才听到我们家老魏说的那一大段话，我真的是很感动。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们都是为国家、为南滨的今天做出很多贡献的人。今天我们能有幸再走到一起，成立我们的创新地产，对于我来讲，我是有很大的责任和压力的，要带领大家一路前行。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创新明天一定会更好，我也更加相信我们南滨的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更好。好，谢谢。然后还有一些题外话了。我们过去你们都是老魏的战友，今天我们成为同事，我希望明天我们大家就像亲人一样。你们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来找我，我们能够真的相亲相爱的成为一家人，一起努力，共同更好。谢谢。城市化是发展的必经之路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者的精神，力争在三年内把西山区建成现代化的城区。那边是什么？中发的。中发的中发地产项目已经起来一半了。还有这边，这边呢是50亩地，我们要建成一个住宅小区。可以啊，但是我看他们中发这边，陈大姚这几年也不怎么经营他的通信，房地产越做越大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昨天跟规划局的人吃饭，听说西山的老城区改造项目也已经定下来了。这个项目好啊，这个项目要是能拿下来，够我们吃一两年的了。嗯，开始招标了没有？已经开始了，但很多公司也已经开始准备了。这个我们要跟紧一点，放心吧。嗯，我们去那边看一下。去那边。嗯。先生你好，这边请。先生您的画。这个画很漂亮，很适合美丽的娇娇啊。亲爱的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了，我每天都好想你啊。别碰我。这一次呢来南滨我是特意来看你的，你不要生气了，乖乖的好不好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跟那些女人都是逢场作戏玩玩而已的。无耻。不要生气了，乖乖听话啊，跟我一起回家好不好？从我工作的地方走开，你不走我走。跟我一起走好不好？回家吧好不好？你放手。跟我回家吧啊！放手。放开他。你干什么？我叫你放开。哎，湘子你别打，你别打了。我告诉你，湘子今天就是专门过来收拾你的。别打了。
你们看什么呀？不是有保安过来？上来欺负女生了？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这么说了吗？别打了！救命啊！这是错了吗？救命啊！先生，让开！别打了！说话！救命！就这样吧，你在这里摁个手印。行吧，你可以走了。谢谢。阿娇，阿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谢谢你。王市长，今天的菜都是按照您的口味点的，酒呢，白酒不用讲了，这款红酒呢是我从法国特意带回来的，您看您今天喝哪种啊？我喝哪种你还不知道吗？来，干了！来来来来，好。王市长还是这么爽快。我跟您讲啊，这款红酒呢，据说口感不错的。我呢，白酒、红酒各备了两箱，已经吩咐人放到您的车上了。红酒您可以尝尝，他们都讲对身体好。我说你小子，咱俩之间你还给我整这些个客套干什么啊？怎么是客套呢？几瓶酒而已啊。再说了，如果没有您，王市长怎么会有我们中发地产的今天呢？是不是？哎，是是，你们是港资企业，政府呢本来就有鼓励政策。再说你们公司经营了这么多年，不光有资质，还有那么丰富的经验，这走到哪儿他也不愁是没有项目做呀。哎呀，王市长您太过奖了。来来来，再一起敬王市长一杯。来来来来，以后还要多多仰仗您。好，来。哎，你好，啊，麻烦我想问一下，我们的那个标书啊，早就已经递交上去了，那为什么通知招标的单位没有我们呀？这个的话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这次都是根据几个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考核评定的，那我们从中筛选出一些比较优质的公司。那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被刷下来了？如果你没有收到通知的话，那应该是这样。我们这次的项目是王副市长亲自负责的，比以前的项目都要严很多。好，谢谢啊。啊，就是说，是王副市长把咱们给拿下来的？不应该啊，他一看公司资料就应该知道都是他的老部下，那干出活来绝对差不了，不给别人也得给咱们呀。不行，我还得去找王国明去。别别别，程叔，你去哪儿找啊？咱们还是想个办法给他约出来吧。阿基啊，哎，谢谢你啊，生意那么好，还给我留了一个好包间啊。没问题啊，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你请谁吃饭？我的老首长，王副市长。嗯，你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他喜欢吃什么我知道。前几天，陈大姚刚请王副市长在我这里吃过饭。陈大姚？对啊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，一定给你安排好。好，好，那谢谢你啊。知道你啊，喜欢这个地方的口味。哎，支队长，先等一下啊，我们给你一点小小的惊喜啊。都有。起步走，一二一列定，向右转，向右改进，向前看，敬礼，支队长好。好啊，你们这帮臭小子都来了，
见到你们真好。好啊，来坐吧。赶紧坐下来吧，你看看你们几个的军姿，我都不是说你啊，提前练了没用啊。一会儿都要罚酒啊，都要罚酒，知不知道？好久不见了，见你们真好。啊，我这工作忙的呀，这日子没法过。哎呀，那肯定忙啊。我们魏总啊，特意从沈阳飞回来，就是为了见您。阿强，不要这样讲话啊，在支队长面前怎么可以叫魏总？魏总总什么？小魏。永远是小魏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哪有总啊？你不要是说从沈阳飞过来，我就是在非洲我也飞回来，必须见支队长。支队长肯定是很忙，来吧，喝酒吧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，我们要珍惜今天啊，跟支队长在一起。我提一杯，我们祝支队长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来，干点如意，干点干杯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我看到哪个生意弟姐都不行了啊！看看，这也是啊。十几年过去了，但是你手下带的这些兵啊，和当年一个样子，还是一腔热血。走到哪里，我们都想着支队长，做什么事情都不能给支队长丢脸，是不是？是，绝对不会给支队长丢脸。对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我们今天，我就直接讲啊，真的是希望支队长帮帮我们，想想办法。我们是。非常希望能进入正式的招投标流程。你们的意思我明白。我呢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啊，说说我的想法。好。眼下，南滨市这个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轰轰烈烈，不亚于当年咱们创建的南滨。是。所以我说啊，咱们这帮工程兵部队的弟兄啊，机会多的是。没有必要啊，盯着眼下这个西山这个改造项目。这个项目呢，现在上上下下呀，都拿眼睛盯着呢。你说你们来参加招投标，明眼人一看都知道，这里边都是我的兵。就算我没有偏袒，也难免被人说有私心呢。是是是是是是。哎，支队长，你考虑这个事，我们知道啊，是。不太好办啊，这个事情也很为难，但是我们真的希望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公平竞争，你说你们一出现大家就一目了然，本来你们都是我的人嘛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我们就要拿出我们当年工程兵建设南滨的劲头。对，哎，三天盖起一层楼。你现在到市场看看任何一家建筑公司，看看有没有比得过当年的我们的。我们真的不会给你丢人的，支队长。对，我们会给你争气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魏东晓，哎，这个交运大厦那边那个建筑公司啊，出了点问题，咱们弟兄们啊，过去帮个手，做个样子给大家看。如果咱们能够三天一层楼，我给你们这个竞标权。好。好好好，哎，支队长讲话了啊。嗯，那我必须在这里要说一句啊，这样啊，我就和支队长打一个赌，如果我们要是赢了，把这个机会给我们创新地产；要是我们输了，工程兵就地解散，干掉。来，来，我等你们好消息。好，好，好，一定不让支队长失望。回来了，怎么样啊？有什么？乌溜溜的黑眼珠，是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。怎么样？容颜的改变。你老公一出马，肯定是赢啊！哎，怎么说的？啊，哎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嘛？这个交运大厦项目已经停工了，我们来接手。我答应他。三天一层楼，三天一层楼，是，你盖得起来吗？你吹牛！我吹牛？哎，当年那个工程兵的记录就是我来创造的。哎哎，不要喝这个，我煮了绿豆沙糖水，我给你倒啊。喝的有点多，我先喝点，
我跟你讲，我们老领导啊，真的是今非昔比啊。现在他啊，无比爱惜自己的羽毛，真的是一点脏东西都不能沾呢、啊，包括别人的口水，哎，不一样。哎，对，还有啊，那个陈大姚啊，现在也跟老领导接触上了，这个真是，啊，哪里都有他呀，跟个鼻涕虫一样。我是有听说过他的。嗯，哎，我听说陈大姚现在主要做房地产呢，他那个房地产公司成立很久了，十几个项目做的好像还蛮有规模的。是，陈大姚这个人很阴的，哎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？哎，我手机。哦，我给你拿。哎，跟个鼻涕虫一样，哪里都有这个人，真是阴魂不散。哎，三成啊，怎么样？你到家没有啊？魏总，老城区的改造项目落到中发地产了。我听乐南的情人跟我说，只要是中发地产出面，剩下去的所有地产公司都只是陪衬。昨天晚上，也就在昨天晚上，老魏给我们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如果我们能拿到这个项目，对于我们创新地产来说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但是同时也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这个项目需要3天盖出1层楼，3层楼，9天完成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真的完成这个任务。当年啊，杜总见证过我们工程兵在国贸大厦3天盖起1层楼啊，这是我们的老传统。我相信只要建材到位，我们保证按时完成任务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真的不一样啊，你们。其实昨天晚上老魏跟我讲的时候，我都有点吓一跳。但是看到今天大家这种士气跟决心，我相信只要我们有信心、有决心，其他后方那些保障的事情都交给我，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，为我们创新地产打响这漂亮的第一仗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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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3天1层楼这个事情啊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排除万难，完成任务。我们现在身上还是有这个军人的优秀的基因，都创造过奇迹，我相信这次也不例外。我等着你们竣工那一天，我请大家喝酒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有，有。好。真的是3天1层？是啊，3天1层的速度已经盖完第3层了。哦，这帮兔崽子真行啊。好啊，准时完成任务，9天3层，老首长请遵守约定。忆起当年工程兵拼死建南滨电子大厦的往事，想起那些为南滨建设付出生命的战友，老首长，世界上不只有金钱，还有人情。请赴1680，同意创新，参加竞标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散会。喂喂喂，你留一下。魏总，您还有什么特别的事吗？哎，我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，你有没有上下级观念？把那个腿给我拿下去。好。
魏总，那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你那个女孩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之前她是做什么的？你不是看过她跳舞吗？跳舞有很多种啊，她哪个学校毕业的？什么学历啊？人家专业院校学跳舞的。什么学历啊？本科。本科毕业，到那个地方跳舞啊？魏总，您还有什么关于工作方面的东西吗？如果没有，我先走了。今天晚上回家睡觉。魏总，不好意思，下班时间是我自由时间，您无权干涉。好，这是你讲的啊，你信不信？我就是绑也把你绑回去。好啊，全公司上上下下全是您的人，你有能力绑我呀？敢这样跟我讲话？间的战争，我曾经输了你了，所以我不要再输一次。大姚啊，我们两个从小在一个村子里长大，就算是当年没有魏东晓，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。这谈什么输赢战争，没有的事啊，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。我知道，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心里从来没有喜欢过我，是我自己骗我自己。我总是跟我自己说，陈大姚，说不定有一天，阿芳会跟你在一起。我是不是好傻？哎，所以呢，麻烦你回去告诉魏东晓，这次竞标我绝对不会退让半步。阿芳呢？跟陈大姚接触了一下啊，摸了摸底，
你给大家说一下。陈大洋现在是志在必得的，我们要做好他们很有可能围标串标的准备。围标串标？对，现在中发地产私底下在跟大和集团和同辉集团接触，这两家公司也是这个项目的竞标公司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也都跟中发一样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哎呀，这么看来这个陈大姚啊都是在违规操纵一些事情啊。现在我们啊确实要多想几个方案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看我们创新地产现在是刚刚起步啊，那陈大姚在香港那个地产公司是风生水起啊，要钱有钱，要经验有经验，而且现在我们南滨这个开放政策更有利于他。我看这个陈大姚啊不是为了西山那几个项目，他是要一口吞掉创新地产。吞掉？要我说呀，快刀斩乱麻，咱别跟陈大姚这种人浪费时间，咱们就直接去跟这两家投标公司进行接洽，把他们给争取过来。他陈大姚都不守规矩，咱们干嘛让着他？那你这样做和中发有什么区别？想一想，陈大姚背后那个人是谁呀？那我们怎么办？坐以待毙？现在看来，这确实是一个死局啊，不好搞。不过实在不行啊，阿辉啊，你刚才说那个办法也不是不可以。喂，刘总啊，我杜芳，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想请您吃个饭？不是客气，您也知道我们创新地产刚刚起步，好多事情啊我都焦头烂额，想向您取取经啊。可以啊，那就今天晚上了，7点钟星都大酒店，我订的2号包房。好，那我等你。杜总，刚刚记者彭飞打来电话，他听说您和同辉集团刘总昨天会面，被南滨之窗的一个记者拍到了照片，很可能明天会见报。什么意思啊？彭飞，就是之前采访过东晓的那个记者彭飞啊？对。杜总，我后来觉得这个人不错，就一直当朋友交着，这个消息就是他刚才打电话告诉我的，他现在已经是记者部的主任了。这个消息准确吗？应该没错，这则消息据他说是他们报社的副社长亲自拍板，他虽然是记者部主任，但此前都不知情，他已经违反了报社规定，给咱们通风报信了。我跟刘总吃饭的消息都没什么人知道，他们怎么会去跟拍呢？会不会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啊？谁走漏消息啊？都没人知道。那他跟你讲我跟刘总吃饭被拍到，他有没有跟你讲我跟大和集团的陈总见面的事情？这个还需要彭飞进一步确定，不过杜总您也先别急，就算见报了，咱们也可以解释成是常规会谈嘛。我们现在的竞争对手是中发，他们会有很多办法应对我们的，一旦陈大姚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他又会改变策略。我们好不容易拿到那个竞标权，不能就这么落空了。所以只要照片跟新闻先不见报就好了。是，等这个事情过去以后，他们爱怎么登怎么登，但是现在还是要想办法。你今天晚上一定要见到这个彭飞，看看能不能从报社公关。好的，杜总。嗯。我这次就靠你了，一旦有任何的闪失，那我就是全盘皆输啊。放心吧，杜总。好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，还没有安排好啊？哎，不到最后一刻我心都不定，你说中间有任何问题
陈大姚都不会相信这个事件是真实的。哎，你说真的行吗？陈大姚这个烂人啊，我跟你讲，他要是知道啊你跟那两家公司接触了，他肯定是吃毒食。我太了解这个小子了。想想我们都是从小在一个水河村长大的，到了这个年纪反倒是要处心积虑跟对方抢生意。是一个村子不假呀，但他是个什么人呢？想想当初他做了什么事情啊，为了带着你们跑啊，给我酒里面下毒药，是不是逼着你，逼着豪仔跟他一起逃、哎、就冲这一点。过去那么久了，我跟你小子就是不共戴天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混蛋，你不要再想这些了。你就不要劝我了啊。还有啊，你说这个人啊，他暗中用虾仔来对付我创新通信，你说我可不可以放过他啊？哼，我倒不相信啊，他有这个能力去控制我儿子。我跟你讲，阿芳啊，什么人不管是谁，你一定要最终为你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。我把话放在这里，陈大姚这个人早晚完蛋。杜总，嗯，我刚刚买了两份报纸，您看一下。杜总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，能把同辉集团和大和集团两个老总都拿下，那就意味着陈大姚的底标也搞清楚了，咱们胜券在握呀。但愿呐。西山区改造之困，民营公司围剿港资公司。据来自创新地产的内部人士匿名透露，该公司高层已在近期跟同辉集团、大和集团高层见面，几家民营地产公司有望联合一起开发西山老城区。作为地产的小弟，创新地产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？杜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既然都已经报道了，那就尽人事听天命了。我还是会按照原计划投标的，没事。好。喂，辉仔。喂，陈总，我说的您都相信了？看来杜芳的确是和同辉还有大和集团接触过，不过没关系的，不讲信誉的合作伙伴我放弃掉就好了，而且我手里有政府的标的啊，只要现金充足，就算阿芳和其他两家联手，我也肯定可以胜出的啊。辉仔，你跟了阿芳这么久，这一次肯帮我，真的很谢谢你。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。100万。我想出去念书。念书啊？我记得你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跑业务，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念书啊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
阿芳啊，起这么早，这么早就做饭啊？醒了。哎呀，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，今天招标会嘛。你煮的什么啊？写糯米小圆子，给你补一点点血啊，补补气。你又不是第一次参加招标会啊，那么紧张啊？哎呀，是啊，按理说呢，我是不应该紧张的。我做生意时间比你都长，什么风雨没见过，就是今天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特别紧张。哎，不如这样，今天这个招标会，我陪你一起去啊，给你坐镇，怎么样？那不要了，你一去我不是更紧张？先喝碗皮蛋粥。阿芳，其实我心里也很感激你，这个事做得真的好啊！我那些工程兵的战友啊，很多人当年啊解散以后都没有事做了，其实他们是有手艺的。你看这次这个 T 房地产的公司搞起来，